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柏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aris 啊。柏豪，你咁早带我嚟铜锣湾做咩咧？我仲未瞓醒喎。仲瞓 ？Sugar 35周年上已经开始咗啦，今年仲有好多抵买抵玩嘅影音产品添啊。咁仲企喺度做咩啊？即刻带我去啦！你讲嘅优惠就喺呢一度啊？冇错啦，嚟到 Sugar 13呢一层咧，就 AV Live 嘅分店，所有最新最值嘅影音产品咧，大家喺度揾得到嘅。如果再配合长达一个月嘅 Sugar 35周年上，得啦得啦得啦，我知，佢会分三个唔同阶段啊，有呢个精选优惠噶嘛。咁而第一个阶段嘅精选优惠究竟系啲咩咧？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啊？好啦。8K 技術其實去到而家都相當成熟噶啦。如果你想入手大戰視尺寸嘅朋友咧，就一定留意一下啦噃。好似我隔離呢部 Samsung 75寸 QLED Q800T 嘅電視咁睇咧，佢就配有第二代嘅 8K 量子人工處理器啦，加埋呢個主體出中嘅環回聲效啊。無論咧係睇戲啦，定係睇電視咧，一樣可以享受到好似戲院級嘅效果嘅。出面咧就賣緊100,000左右一部啦，但係嚟到 Sugar 35周年上呢部咧，60,000都唔使咧就可以帶到佢翻屋企啦。咁平，你唔係唔快啲入手啊？哇！部电视已经好正啦，如果再可以配埋一套音响嚟睇戏嘅话，咁仲正添。有啲咩好推介呢？嗱，你问到我咧，我就会推介大家好多影音朋友都好中意嘅马兰士 S28012 啦。嗱，呢部机咧全机日本制造，支援最流行嘅四大影音格式咧，咁啊攞嚟听歌啦，甚至睇戏咧都一定有个好嘅影音体验啦。而家做紧优惠价咧，15,190就带到佢翻屋企啦。買完 S28012 之後咧，當然要有個好嘅喇叭先有個完整嘅音響體驗噶嘛。我就會建議大家咧配埋 B&W705S 書架喇叭啦。嚟到呢度咧，仲做緊7折就可以帶到佢翻屋企添啊！哇，個獨立優惠已經好抵啦！如果再配埋套喇叭套裝優惠嘅話，仲正添啊！嗱，你都覺得正嘅話咧，我即刻叫 AV Live 嘅同事幫你開單先。柏豪，其實我想講咧，睇戲有套靚嘅音響當然係好事啦。其實我自己淨係想要條三巴啫，你介紹啲件件都咁大件嘅，唔掂喎。嗱，咁當然啦，其實嚟到呢度咧，除咗大大件嘅產品有優惠之外咧，各式各樣唔同嘅產品咧都有唔同嘅優惠，俾大家發掘自己嘅心水之選嘅。咁你提到嘅三巴咧，我就會建議咧大家試下呢條天龍嘅 DHT S316啦。一出嗰陣咧，其實佢嘅價錢咧都係賣緊2,400左右啊，咁好多影音朋友咧都覺得係一個相當高嘅性價比之選啊。巴仔細細，力大無窮，一對八咗三段調校添，睇 Netflix 就更加清晰啦。而家只需要1,699啫。嗱，呢個係咪真心推介先 ？Sugar 35周年上咧，第一階段嘅優惠將會喺10月21日到11月3日舉行噶。想買影音嘢嘅朋友又想抵嘅話咧，記得嚟到呢度自己親自睇下啦。